学班的舞蹈老师，他教这个摇摆舞已经10年了。那么很可惜他还没有来跟我们学气功，希望以后他来跟我们学气功。那么学芳现在是在我们的站练功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们是要为我们表演一首摇摆舞。这个舞呢动作很大，他们花了很多时间。我们现在感谢一下白恩这么辛苦的为我们表演舞，还有那个支持学芳跟他一起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会喜欢。这个请不可以再加模仿。